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圈的加针都勾在上一圈加针的第二个中长针上。因为中长针纹理的缘故，每一圈的中长针和上一圈的中长针位置正好相互错开，所以每个加针就好像勾在了上一圈加针的中间位置。这里我教大家一个数圈数的方法。织片上会有一圈一圈凸起的纹理，有几圈这样的纹理就表示已经完成了几圈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表示已经勾了五圈。勾完后，引拔针的位置会有倾斜，这个属于正常现象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的编织规律。从第二圈开始加针，加针区每一针上都是两个中长针。第三圈是隔一加一，第四圈是隔二加一，第五圈是隔三加一。可以看到，每一圈的加针都在上一圈加针的第二针的位置。每一圈都在上一圈的基础上加出十针，所以每多勾一圈，间隔的针数就多出一针。后面的第六圈加针区按照隔四加一的规律勾，第七圈加针区按照隔五加一的规律勾，以此类推，这里我就不演示了。注意，每一圈的加针一定严格按照图纸位置勾织，不得随意改变。每一圈的总针数、加的针数以及加针规律，表格中都有参考。按照这种方法加针，左右两侧不是平整的半圆，有一定的棱角，属于正常现象。这个就是加针的方法，大家自己对照图纸或表格将第一段完成。这里我就不演示了，这个就是第一段的编织方法。下面我继续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第二段的编织方法。因为只演示编织方法，所以针数和圈数较少。先勾第一圈，这一圈需要换色编织，换线都是从上一圈最后一个中长针开始，先退回最后一针。勾一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，左手挂好新线的线头。注意，这里的配色都是随机的，具体配色请参考图纸，留出5厘米左右的长度。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一个中长针就勾好了。将之前的线头剪断，在起立针上引拔，拉紧，这样就换好线了。往下全部一一对应勾不加不减的中长针，勾的过程中不要忘记把
继续勾第二圈，这一圈也是一一对应勾中长针，大家自己把它们勾完，这里我就不演示了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二圈完成后的样子，到这里第二段就勾完了。下面勾第三段，勾边一圈，立一针锁针作为反短针的起立针。这一针对应下方这个起立针，在这个锁针上做好标记。将钩针穿入右侧这个针目。将线勾出，钩针上有两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一个反短针就勾好了。接着勾一个锁针过渡，这一针对应右侧相邻的针目，在第二个针目中勾反短针，将钩针穿入对应的针目，将线勾出，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两个线圈，第二个反短针就勾好了。可以看到，反短针是从左往右勾，钩织顺序和前面几圈正好相反。继续勾一个锁针过渡，这一针对应下方这个针目，将钩针穿入右侧相邻的针目中，将线勾出，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。注意，为了使反短针的纹理一致，勾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线头和线圈在一条直线的位置。这样，一个反短针就勾好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圈的编织规律。一针反短针，一针锁针，交替编织，全部一针对应一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
会有一点卷曲，这个属于正常现象。到这里，底片的编织方法就讲完了。接下来学习隔断的编织方法，来看图解。从底片反面倒数第四圈，没有引拔痕迹的侧边起针，来回往返编织。全部完成后，再勾一排花边。用到的针法有左针、短针、长针，一共有五个隔断，一个大隔断和四个小隔断。中间这三个小隔断的针数相同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大隔断、中间一个小隔断和最左侧这个隔断的编织方法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现在这里是一个底片小样，配色随机，因为只演示编织方法，所以针数和圈数较少。先勾第一排，勾之前先找到隔断的入针位置，将底片正面朝上放好，把有引拔痕迹的这个半圆放在右侧，上方这条边就是钩织隔断的部位。在倒数第四圈的位置，从最后一圈花边往里数四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也就是这一圈的位置。在右侧有一个加针，从这个加针往左数15针。在第15针上做好标记。标记的这一针就是隔断的入针位置。因为我用小样演示，所以剩下的针数较少，大家实际钩织时就按照这个方法，找到入针位置后，从标记记号扣的这一针开始钩织。现在我重新标记了入针位置，距离右侧加针的针数较少，将底片反过来，可以看到反面的中长针下方都有这样两根线。我们挑下面这根线钩织。隔断都是用和底片主色相同的颜色，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我用其他颜色的线演示。具体的配色请参考表格。左手挂好线头，从右侧记号扣开始勾，先勾大隔断，取下记号扣，挑起下面这根线，留出5厘米左右的线头，将线勾出，立三针锁针做起立针，把这三针看作一针长针，在第三针上做好标记。在左侧相邻的中长针里面勾长针，长针的勾法是绕线一圈，挑起左侧中长针的这根线，把之前的线头放在钩针的上方一起收进去，将线勾出。钩针上一共有三个线圈，绕线，穿过前两个线圈，还剩两个线圈，
绕线，一次穿过，一针长针就勾好了。继续勾第二针，绕线，穿入相邻的这根线中，将线勾出，依次绕线穿过钩针上前两个线圈，重复两次。一、二，第二个长针就勾好了，加上起立针，现在一共勾了三针长针。大格段一共需要勾20个长针，往下一针对应一针，挑中长针的一根线勾长针，一直勾到需要的针数。